那火锅店一小盘几块？你看搁哪个火锅店吃？就羊骨。羊骨哪个？就羊骨南边那个什么什么。那最起码得八块钱起步，我咬着。我觉得也是一个。开了，好的，谢谢。一个小方盘，八块钱起步，一小点豆皮儿，八块钱。一小撮老铁哥，现在吃那个火锅店里面吃了一个豆皮子啊，就用一小撮卖你们的八块钱。火锅店里面，咱家今天14.9元带回家5斤，能让你吃好多小撮呢。对，不是好多小盘的老铁。豆皮啊，没有任何添加脂肪辅剂，看见没，老铁？里面脱、那个里边这个配料表里面只有脱脂大豆粉、水食用盐这三种。放心拍，放心吃，给咱家孩子老公，老公给我什么都来一单，5斤的，这老大的啊！油豆皮吗？油豆皮没有，老铁，咱家这个是干豆皮，就这种豆皮，不是干豆皮，里面是有盐的，姐们啊，里面是有盐的啊。丑话说前头，里面是有盐的，为什么有盐呢？因为盐就是最天然的防腐剂、添加剂。如果没有盐，就得给你放添加剂、防腐剂了啊，老铁。4.9元5斤，姐，这个别磕着地，别磕着地方啊。好了，我放。对，不要磕着，这个一定要放在阴凉、避光处储存，老铁。如果放在地暖上，容易长毛啊。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，放心吃，放心拍，你看见没？这个小伙子一脸福相，实在人，是不是？白白净净的，长得多嫩呢。我第一回见他的时候，我寻思他跟我们年龄差不多，结果都30了都，当然我也比你小了2岁啊。哎。